新郎程志远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是健康，是疾病，是成功，或是失败，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，与她同甘共苦，携手共创美满的家庭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？我愿意。现在请新娘帮新郎戴上戒指。 新娘严小晨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还是坏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同甘共苦，直到离世的那一天。 丈夫程志远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宣布，李程。 新娘，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，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小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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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成
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希望我们都能幸福。哎，我刚才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。你说小陈也真是的，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？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。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浩，好吗？那不是小陈叫来的？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？你也不看看沈浩旁边坐的是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婚礼啊，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。怎么了？你发的。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，你也在啊。刘星慧，你太聪明了。我聪明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头发有点乱了。不过，熊猫，
你清醒一点。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，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就此作废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爱他呀？是。我要开始拍喽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非常好，来笑一下啊，再来一下，一二三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，谢谢谢谢，妈，妈，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好，好，妈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来。二位新人拍一张啊，介不介意我蹭个喜气啊？陆总，陆总，哎哎，我也要蹭喜气，哎哎，魏彤，一起拍一张吧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几位看这里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？好啊。志远，啊，金总来了，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，等会儿回来。你们去。借你老公用一下，走。金总，金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 ，Hello，Hello， 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。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？那就期待合作了，期待咱们的合作。沈侯，我能理解你。但今天毕竟是小陈最重要的日子，别太过分了。只是拍张照片，这个过分吗？哎，只是拍一张照片，又不是想干嘛。我想新郎应该不会介意吧。志远不会介意的，你过来吧。那两位老板，以后多关照了。今天的婚礼很美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跟我想象过的一模一样。可是，在我想象中，那个新郎是我。严小晨，你就这么心爱李德吗？你对我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？这位先生，麻烦看一下镜头。来，我们拍一张啊，一、二，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？来看这里啊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张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。那边有个客户想要见见你。好。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跟你说的？我跟鞋穿了一天，太累了。要是累的话，就别硬撑着，送你回房间休息一下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缺席不太合适吧？小陈，我陪你去换衣服吧。好。嗯，好。Thank you.
叔叔阿姨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妈，秦芳啊，咱俩得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是，你看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过来看你，也没关心过你，这孩子结婚你还惦记着我。三婶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长辈，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。对了，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公司，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大公司，反正是做投资的。哦，那真好啊。哎，你们看这俩孩子多般配呀。你们也动筷子吧，哈哈，来来来，特别来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吃好吃好，动筷子吧哈。妈，哎，我们来见你们。来，妈，来，您腰有伤，坐下吧。啊，有事，这一变天就不舒服。哎，妈，我单独敬您一杯，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。我答应过小陈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您是小陈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妈妈。谢谢，你好好待他啊。嗯，一定。来，各位，过来的，新婚乐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吃好喝好啊。哎，你喝饮料，小陈，那你不干了？我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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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我帮他喝，我帮他喝。那不够，那不够，太少了。干，我先干了。来干嘛？不要不要，我喝着，我一会儿。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啊。你要慢慢吃啊。嗯，小陈。你敬我一杯吗？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啊？未免对我这个老朋友太没有诚意了吧。倩倩，小陈不方便喝酒，喝饮料心意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能喝酒啊。你以前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酒吧打工，怎么当时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呢？对了，我忘了你怀孕了。倩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？耀晨，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，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倩倩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肚子里不就已经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不欢迎你，请你现在就出去。你回答我呀，你要是心里没有鬼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？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谅解。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，大家把话说清楚。吴倩倩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，不管是三角恋还是脚踩两只船，这都是我们的自由，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，也轮不着你来关心。第二，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事儿，我不用向你解释吧。反倒是你，这个早就把我拉黑，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，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跳出来闹这一出，
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。除了抹黑我，我找不到别的解释。梁晓晨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你说这些，你对得起小红吗？我对得起任何人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，谢谢。沈先生，这是婚礼现场，自重啊！我早就该知道，你一直都是这么道教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尽兴。这个休息一下。不用，你继续吧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来，我敬大家。多帅呀！来来，多吃点。七方，七方，来吃一点这个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来，我敬敬大家，谢谢你们来。辛苦了。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谢谢啊！辛苦辛苦辛苦。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辛苦了。谢谢。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，我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会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。你今天也累了吧，早点回去休息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有一个战场的人，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小晨，晚安。康复并没有人知道，而沈早饭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被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持净套现。沈侯妈妈的病，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，她应该是对沈侯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全力交接，但他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豪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跟我没关系，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大。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出来荧光剂超标。那应对措施呢？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侯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，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，喂，您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沈总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打游戏呢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那个查个资料。遇见是命运中的，爱是偶然的。懒猪，起床啦。嗯，先睡一会儿。去上班了。
就够了。可我们从开始就经受为彼此套上了枷锁。命运用荆棘串起了你和我，让每个拥抱残忍的风。你好，你把刚才的照片发给我。照片修好了，我会一起发给杨医生。我就要刚才那一张照片就行。慢点。你是不是忘了买瓶醋？那我去买，你先回去。要不要我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回去吧啊。小小，小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小，对不起，婚礼那天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没关系啊，是不是真心话我都可以往心里去。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我会变得更好，我还变得能让你依靠，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求上进。我知道你对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小小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？不管我们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，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小小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小，我爱你。小小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就算曾有伤痛，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，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。在他的璀璨生活中，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，都会变得不值一提。而对我来说，从此以后，也许唯一知道他消息的渠道，也只有财经新闻了。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。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坐来。孕妇啊，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啊。
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又健康又营养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起得早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谢谢啊。好的，饮水机去换一下。好。朱总好。这小沈总也够厉害的，刚上任几天，又调了个姑娘进来，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意大利那边回复了吗？啊，在我邮箱，我现在去发给你。哎，李欢。嗯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这程总跟小程这才刚结婚，就天天来上班。那乔总跟 Cindy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他们去哪儿？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替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陈总呢，和咱们陈总夫人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，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。至于咱们的乔总和 Cindy 姐，那就更好理解了啊。你想啊，陈总结婚了，新娘不是 Cindy 姐，她是裴少杰，她一伤心，那乔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乔总？对啊。你是说乔总对 Cindy 姐？那是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感，我在公司我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哎，你别不信啊，真的。小豪，怎么了？来，坐，慢点。今天下班回家，我们收拾一下东西，去山里玩几天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工作了？我这么多年呢，也没休过假，正好趁着婚假，可以出去好好放松放松。你也真的需要好好放松放松啊。好吧。之后。之后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在严永成婚礼上为难他了，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。别再跟我提他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小伟。他帮你替考，是我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。可是沈侯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真心爱过你。而且，就算我不举报，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举报的事儿，我就不再跟你追究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待下去，这些话你别再说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让你滚出公司。还有，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别再管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级，别的想法，最好什么都别有。听见了？怎么样，
出来以后，心情是不是好很多？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其实啊，我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班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你妈这几天和那几个亲戚去普陀山烧香，等我们度完假，她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？哎，你费心了。你爸妈为什么没跟着一起去啊？啊，他们要回美国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万一他们留下来，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破绽，就不太好了。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。那你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我本来啊，是打算带你出国玩的，但是你的身体不太允许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山里住几天，就是没有什么娱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无聊。不会，出来看看这些山山水水、花花草草的，有些事情自然就想通了。跟这些比起来，我自己这点事儿又算什么呢？好美啊，这儿！我感觉我自己就跟做梦一样。接下来的这一周啊，都可以好好做梦。哎哎哎！你现在啊，不能碰凉水，我来洗。帮我拿一下。这边的小青菜啊，特别新鲜。晚上给你做一道拿手菜，就是没什么荤菜。你会钓鱼吗？看别人钓过几次，但基本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那要不咱俩出去钓一条鱼，晚上煮个鱼汤。好啊，等我洗完这些菜啊。来来，我来。吴倩倩也没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。是啊，来这么些天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他，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，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，准没错。你的酸辣粉，你的宫保鸡丁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这怎么有香菜啊？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？哎呦，你看这宫保鸡丁量又少，这闻着还有股味道，你这怎么点的餐？可你说的就是这些啊！你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找理由呢？啊，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香菜给我吃啊！你装什么好人吃你的酸辣粉？你看什么看？不满意就辞职。我这就去重新买。我能问你三个问题吗？你问。但是请你要如实作答，不能隐瞒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要看看情况了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当时进 MG。你是不是有私底下跟陆总打过招呼吗？当然没有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在 MG 实习了，我只是跟他碰面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，说我有个朋友在他手底下做事儿。那
后来吴倩倩写匿名信，她也没有损伤公司的利益，为什么陆总把她辞退了？你是不是你让她那么做的？这算是第二个问题吧？这是同一个问题啊。就算我这么要求，陆阳也不会这么做。他这个人啊，在某些事情上还是黑白分明的，这其中就包括朋友。如果吴倩倩她不是你的朋友，她这么做，陆阳应该会赞赏她，毕竟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，这是他的本事。但吴倩倩是你的朋友，大概是陆阳这几年被别人在背后捅刀捅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讨厌像吴倩倩这种在背后捅朋友几刀的人，给他点教训，免得以后害人害己。那第二个问题啊，你那次在我家到底跟我妈说了些什么呀？我随便编了一些你跟沈侯之间的故事，让她相信是沈侯对不起你在先的。我虽然撒了谎，但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比较能够让人接受。好，那第三个问题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 Cindy 和他在一起的？我知道你们的很多故事，什么大雪封校啊，废弃的实验室之类的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，对上司的情感问题不是很感兴趣。因为在我心里 ，Cindy 是我的朋友。虽然可能他现在会怨恨我吧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之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。真的想知道啊？是恻隐之心。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，我看到的一些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儿，总会忍不住自责，想要上前呵护。那个时候我以为那就是爱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那个时候我没弄清楚。所以两年了，你还没弄清楚。这个就是我错上加错的地方。所以你才不忍心欺骗自己，也不想再欺骗他，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跟他分手，不光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只答应你回答你三个问题。这还是同一个问题。其实有段日子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。在我还没有痊愈之前，不想耽误任何人的生活。那你现在呢？你现在有好转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，要不鱼都钓不上来了。哎，虽然我们的婚姻只是形式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聊聊。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谢谢，但我真的很快乐。来，尝一尝。谢谢。小樱桃。尝尝你加工完的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鲜。
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妈做饭，都还没有你做的好。看来厨艺这东西还是需要天分的。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看到我99%的努力。5年前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几乎每顿饭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。当然，这跟美国的中餐难吃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你也过过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啊？嗯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对了，想起来一个故事，你想不想知道？嗯。有一次啊，我记着，我特别特别的馋，特别想吃火锅，就背着房东买了煤气炉，在房间里面煮火锅吃。中间的时候，我到对面街拿了一份快递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整条街的火警全部都响起来了。结果我就在想，是不是谁家着火了，想看看热闹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的房东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对我大喊 ：“Hey Jen, what's wrong with you？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我的火锅烧干了，把床单全部都点着了。天哪！后来我冲进去帮忙，你难以想象，惨不忍睹那个场面。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披着毛毯坐在街上看日出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在警察局度过了一天，从警局一出来，房东就连人带东西全部都给我扔出来了。你难以想象，我满身的烟灰，蓬头垢面，拖着行李，流浪在大街上。确实难以想象，很难忘的回忆。吃吧，嗯，尝尝这个西兰花，嗯，营养很好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那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这沈总啊，可真不得了。悟性真高，才上任没多久，新手立马变老手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分公司办公啊，例会也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。哦，我听说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，对这儿有感情。不会吧？时间刚刚好，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啊，走，来。等。来。
上面的楼。谢谢。给你准备了热牛奶。热牛奶啊？你的呢？你喝就行了。还冷吗？感觉不到痛了，心中越荒漠，此刻就越发清澈。命运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，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。那些自尊换的青春已经算如愿。身上的太阳好大啊。朝自由朝洒脱，将一个固执结果分开就够了，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他一样。从开始就经受为彼此套上了枷锁。命运用荆棘穿起了你，然后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。想想我这里天亮了，不能再失去你。站住！过来。坐。几天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我在家。哪个家呀？就去你妈给你买的那个小房子了吧？啊？瞧瞧你这穿的这是什么？你那拿的又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现在这是送外卖呢，还是送快递呢？哎，早就不送外卖了。嗯？啊，不是，我意思我怎么可能送外卖？这么多，送外卖怎么了？送外卖也比你什么都不干光荣多了，人家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。当初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学习公司管理，熟悉公司业务，你学习到哪儿去了？熟悉到哪儿去了？凡事说了就得做，要不就别说。什么都三分钟的热度，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？都是让你妈从小给惯的，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喂，林总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啊。哎呀，这个，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回头呢，我让我的助手啊把电话给您打过去。这个情况，他因为是新一代产品，所以我，林总，我是赵总助理，我来简单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它可以进行定制设计，但是它是应用于发动机系统。工作原理是这样啊，OCV 阀呢是可变气门正时发动机上进气门正时的机油控制阀，对。
发动机呢，就是通过控制 OCV 阀的油量变化来实现控制 VVT 的提前和滞后，从而提高发动机寿命。啊，对对对，没事，您直接跟我们公司销售联系就好了。啊，好，谢谢您啊，打扰了，哎，拜拜。我不是不愿意学习，是我现在没有学习的动力。那您能不能说说，您学习的动力又是什么？学习的动力，爹，嗯，你当初是怎么追上我妈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凭您，就您这个尊容，还有您这个脾气，我妈那么美，你俩怎么就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那你长得就很像我吗？我像你？我哪点像你？你哪儿不像我？我哪儿？尽管五官都不太像，但凑在一起就很像。所以你走到哪儿，人都才夸你帅嘛。哎，这都是我的基因。哎呀，至于追你妈，四个字，锲而不舍。锲而不舍。哎呀，我现在就算锲而不舍追她到天上，她也不会再理我。哎，男人嘛。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，嗯，男人如果有了一番事业，还怕女人不喜欢你？也就是像你这样纨绔子弟不成事的样子，才没人理你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换身衣服，跟我到公司上班去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什么什么赛车俱乐部以后就不要去了，那个车也赶紧给我卖了，赔的钱我给你。那我卖了，你再给我换个新的。又那么多的话，回去。还你，走了。背着倒是挺对。地方是吧？行，我过去找你吗？喝两杯干嘛？等我啊！赵宇环，赵宇环，赵宇环，是不是又跟那帮玩车的臭小子去鬼混了？他好像最近跟谁谈恋爱了？谈恋爱？这倒是好事儿。跟谁呀？陈哥好。哎，今天下班了，在楼下等我，我们去火车站接妈去。妈今天从普陀山烧完香回来。我明天才回来了。妈说亲戚们都走了，她一个人在那边特别无聊，所以提前一天回来。赶紧吃吧。新婚燕尔果然不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能撒糖。记住啊。嗯。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Cindy 姐遗留我的项目全部整理好了。慢的是他没来呢，吃饭了。不要紧，来坐坐坐。好消息啊！还有什么好消息啊？那傻子一会儿过来。可以呀、啊。
还是 Sky 反应快啊。那是，他不来这儿，他去哪儿啊？这样啊，我呢先去接我们的摇钱树，先点一杯茶，去吧，去吧，点起来啊！来，咱喝咱的，好，来，咱喝咱。今天谁过来啊？我听说这次好像谢师哥要来，还有田师哥也要来，是吗？哎，那边有一妹子，还不错呀。哪一个？那个穿白衣服的。教授之前可以啊，安排这种见面吗？这还有你 Sky， 拿不下的吗？得了吧，来喝酒，来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什么情况？让狗撵了？别提了，人齐了吗？瞧您说的，就差您了。抓紧机会啊！我要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左边的左那，圆润那不行。什么身材？哎呦！来，李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来吧，喝起来吧，喝一个喝一个，走一个了啊！同学们，坐坐坐，来，你们也坐，都坐。怎么样？看着是不是有点面熟呀？啊，说起来大家都是校友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吃吃吃吃吃吃。什么事啊？有什么事儿？吃饭。吃咱们吃咱们。哎，那桌那个白色衣服姑娘，你们之前见过吗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小王，这小魏。可以啊，阳光不错啊！哎，干嘛呢？他们小田，那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型相亲现场？不会吧？大家，来吧！不过再讲，就是我买单。等一会儿，哎，小张飞，今天把大家召进来呀，就是简单的聚一聚，没什么啊，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别扭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小魏，你和小谢是不是老乡来着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就都聊聊嘛。哎，小钱，哎，我听说你最近在搞一个新的课题啊。是的，这方面啊，你要跟你天师哥多请教请教了，他这方面很有经验。他的课题啊，获得过很多的大奖啊。哦，对了，是的，请教，我加你个微信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家都加加微信吧，便于以后联系啊。哎，小王，那你别闲着呀，吃啊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好，哎，干嘛去？别光我吃。行，你们先慢慢聊着，我去给你们点餐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没想到魏师妹打扮起来这么好看。谢师哥，上次没听你提过魏师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我喜欢有趣的。就是长相干净，做事可以持之以恒就好。其实我挺符合的呀。啊，我们可以多聊聊，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彼此。深入了解个屁！彤彤，你听见有人骂人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听错了？哎，不不不，等等会儿，先别聊那赛车啊。人呢？不是上厕所去了吗？上厕所去了。人呢？找一找，他回不来谁买单？不用急，肯定回来，他能不回来吗？哎，干嘛呢？大声干嘛呀？哎呀，喝多了吧应该。你们先吃，吃完直接就走，我在吧台压钱了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对，就是那个戴眼镜那个姓魏那个师妹。没想到打扮一下，长得还真挺好看的。哎呀，玩玩嘛，你不说的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不叫脚踏两只船，这叫魅力，懂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离魏彤远点儿。
你是不记着我了？哦，你是那个送外卖的，干什么？在这玩 cosplay 呢？你才 cosplay。 哎呦，这行头花了不少钱吧？够你一个月工资了吧？你嘴怎么那么碎啊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，离魏彤远点。我偏不离他远点，我就要离他近点，比你想象的还要近。就算我不要了，也轮不到你。有种你别走啊！我跆拳道黑带，你跟我打。我你又干什么呀你？这小子又来骚扰你了。不过我教训他，放心，我们走吧。视频，我觉得你应该给哥几个拿出来看看。我也不去，晚上回去，晚上回去了。什么衣服还换了呢？回来。啊、哎哎，你鼻子怎么了？不谁呀？是啊。怎么了你？妈，这次玩得开心吗？嗯，开心，特别好。你三奶奶让我谢谢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上贵州去玩，她要好好接待接待你。三奶奶太客气了，下次啊一定登门拜访。她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好的。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们俩。那天沈侯那个女朋友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啊？妈，您是更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还是愿意相信您的女儿跟女婿说的？那个女孩叫吴倩倩，是小陈的大学同学。她嫉妒小陈比她优秀，还害过小陈丢过工作，现在又跑来胡说八道。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那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要告诉我，我就替他妈好好管教管教他。在家里那么厉害，窝里横是吧？现在在外头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也不敢吱声了。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现在不是有我吗？不会再让小陈受欺负了。给你爸烧完香，少带着球呢。谢谢妈。谢我干什么？给孩子求的。哎呀，收起来，放在钱包里头，平平安安。每天都带在身上。谢谢妈妈。哎，来，妈。哎。我爸您跟我和小陈在一起住不惯，所以就租了一间公寓给您。我跟小陈就住楼上，楼上楼下很方便的。哦。哎，进来随便看看吧。这边风景特别好，你看那边就是外滩，好漂亮啊！陈先生回来了，冰姐。哎，妈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冰姐，她也是我们老乡，不仅会说家乡话，还会做家乡菜。我从美国回来，都是冰姐照顾我起居的。严太太您好，哎，陈先生说了，我比您小两岁，您叫我小丁就行了。谢谢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让他照顾你们俩吧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就行。
我在上海也不大过得惯，等他生完孩子我就回去了。妈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嘛。妈，以后归以后嘛，至少这几个月让丁姐多关照关照。哎，平时我跟小陈都要上班，总得有个人陪您说说话，带您出去逛逛吧。而且我听小陈说您以前唱戏唱得特别好听，丁姐刚好是个老牌戏迷，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对对对，您呀以后多教教我啊。严太太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自己的房间。我叫刘清芳，你别叫我太太，我紧张。那我就叫您芳姐啊。芳姐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的房间，我都打扫好了，床单都是新的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咱们可以到楼下超市去买，特别方便。您再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卫生间，还能泡澡。放心吧，嗯，别担心了，妈呀，住习惯了就不会总想着回去了。让您烦心了，但是房租和丁姐的费用我来出。不用，丁姐不单只负责这里，楼上也要负责的。那费用就咱俩一人一半吧。我收东西去。姐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呀，您快去吧，不用您帮。又是醋。哎，您没事吧？这醋味太骚了。来，快喝点水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程太太。您就好好等着去吃吧，啊，你别在这儿了，这儿油烟味太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那就麻烦您了啊。您就别客气了，您快去吧啊。好，来。程先生，吃饭了。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咱们小区啊有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我听说啊，我来，我听说啊，有一群票友天天聚在一块儿听戏、学戏、唱戏。我想着呀，明天带着芳姐一起去报个名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妈还能多交一些朋友，平时就更不寂寞了。哎，那你们就先吃，我去给芳姐送点馄饨去啊。丁姐，你们回头去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还有就是麻烦您提醒我妈得按时吃药。陈太太，我看着芳姐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有病啊。那个药能随便吃吗？她是原来生过病。现在吃药就是为了巩固和预防，反正您就提醒他当保健品吃，好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放心吧啊。啊，辛苦您。那我下去了啊。哎，哎。其实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社区活动很安全的，而且还有丁姐照看着妈呢，至少是好的开始。芳姐，嗯，哟，这蓝牙弄明白了？还行，挺简单的。那是芳姐您聪明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馄饨。好嘞。
个儿够大的。来喽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去哪个班？去去去，一块儿吃。哎呀，别一块儿吃，快去呀，快！好。哎呀，你们母女俩都太客气了。刚才在楼上，程太太也非要帮我的忙，但是她闻不了厨房的油烟味儿。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来加点汤。我看着她呀，又吐了。哎呦，我看着人家别的孕妇，人家都长肉，就是这程太太，眼见着往下掉分量。从小就不好好吃饭，你给她多煲个汤喝，给她补补。啊，对对对，孕妇喝汤啊，这宝宝也能增加营养。嗯，怎么样？荠菜馅儿的。嗯，好吃。这配上茶叶蛋，嗯，就更好了。你让我做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就行。芳姐，您干嘛不上楼跟他们一块儿吃啊？嗯，这天都冷了，我把馄饨端下来，都凉了。老吃凉的也不好啊。新婚小两口，他们自己过去吧，各过各的，自在。那倒也是。别碰我！我说了你们别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觉得做梦呢？这梦挺真实。哎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我忙啊。忙着和那人渣在一起。嗯。为什么谁都行，就我不行？我赵宇欢没那么不堪吧？我也挺干净帅气的，我也能持之以恒。我讲的冷笑话也有很多人笑，可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呢？你也不是不行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字面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是说你同意跟我在一起了？啊？打住吧，我还是继续做梦吧，都是假的。放心吧，我在呢。啊，少骗我，我不信。都是假的。
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魏彤吗？是，您哪位？我是赵有关的父亲。哦，叔叔好。魏同学好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，我儿子赵宇环非常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好，环环今年23岁了，最近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玩赛车的人在一起，不求上进，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他的前途。叔叔，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。年轻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爱好，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上，人生岂不是太单调了？可也不能完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他总不能玩一辈子下去吧？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自己的儿子吗？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只要他不做坏事，不走歪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的。您觉得呢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魏同学。哎，你让我很惊讶，也很惊喜。是，徐明年轻过呀。其实年轻的时候没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你说的对，但凡事要有个度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请你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您想让我帮赵永华？哇，你简直是太聪明了。你说的对，孩子大了开始有逆反心理了，父母的话他已经不听了，但有些人的话他听，他喜欢的人，比如你，你的话在他听来那就是圣旨，我可以再给你加上一把尚方宝剑。请你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这份担忧和期盼，我不希望他走上歪路，不希望他荒废时间。魏同学，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，环环能够喜欢你，我非常放心。当然，我绝不干涉你的选择，那是你的权利。但，我希望你看在你们同学一场，看在一个父亲对这个儿子一片心的情面上，替我管教管教他。好。这么痛快。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这样？魏同学，你真的很有意思。叔叔，你也很有意思啊，又帅又看你。真的。其实环环很多地方都很像我。可能是遗传基因太强大了吧。要开什么条件？能开吗？不是吧你，还在这儿啊？哎，我在这儿挺好。不是，你就打算一直不回家是吧？行。哦，对了，您那车还在披萨店停着呢，人老板都打电话打到俱乐部了，赶紧去取去吧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赶紧的。走了。这谁干的？庄，弄死你！喂。谢师哥，我们要不等等师姐他们吧？啊？我没叫他们，我只约了你呀。你不会没做过吧？我没做过，那我不做了。我都带到138了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你不浪费我时间吗？魏彤，魏彤，138。其实不做 PPT 也行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。
师傅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别不好意思嘛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哦。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找魏彤，他被别人带过来的，他住哪个酒店？这我不知道，你要找的人是谁？就这么高，戴个眼镜，啊，有可能没戴，那特别可爱的那种，你见没见过他？他住哪个房间？你帮我查一下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医院，你肯定吓坏了。我没事的。我就不该轻易放过那混蛋。他怎么带你去的？是威胁你还是强迫你？他跟我说老师让所有研究生去开会，讨论一下出书的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让我先看电脑啊，我以为大家一会儿就到了，没想到他洗了个澡，为了一条浴巾就出来了。这个畜生！还好你来了。他可能是怕你报警吧，一着急就冲出窗外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你。我保证以后你再也见不到这些人渣了，以后都会在你身边。不行了，赵玉环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了解我吗？我比了解自己还了解你。你是江阴人，1993年6月19号出生，双子座，是书香世家，爸爸是小学教导主任，妈妈是小学教师。你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名教师。你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，叫《我的梦想》，里面就写着我要和妈妈一样当一名小学老师。你都从哪儿打听的？哼，我通过你的生日和咱们学校的信息，然后搜到你的微博，然后加了你一堆小学同学和高中同学，10块钱一个，买来的。这么便宜，你不怕买的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他们都是你同学。我还花了200块钱买了一张小学照片。这回相信了吧？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赵玉环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了解了全部的我之后，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一起试试呗。真的？没骗我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许骗我啊！真的。得嘞，那走啊！哎哎，别撒开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许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辈子除了喜欢我这大宝贝儿，就再也没有喜欢过第二个。你要是跟了我，以后他老大，
你老二。啊？好了吗？没好，不许动。我不动。1、2、3。芳姐就在这一层，来。姑娘，我们想报名戏曲队，请问要交费吗？只需要交20元报名费就可以了。你还要交钱呀？我没带钱呢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带着呢，芳姐。不行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下回吧，我下回来再交。我们这里也可以刷卡或支付宝支付的。啊，支什么宝？芳姐，支付宝就是手机里面的一款软件，啊，你看有了它呀，就对着这个一扫码，随时就能交费，特别方便。我也是我女儿交给我用的。我好像有印象，嗯，可是。手机忘了拿。哎呀，我就交了，芳姐，你别客气了。芳姐，来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他们天天在这插花。看这边，画的好好啊。嗯。他们每年啊都举办书画展。哦，嗯，老先生字写得好，你也可以来呀。他们字写得真好。小蝉怎与他那一声？我见了他家心喜，哎，别了他长花心。唱得好啊，你怎么没觉得呀？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两个就是刚才混进来的土包子呀。哎，你觉得我唱得不够好是吧？没问题啊，你上去唱，你上去唱呀，上就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芳姐原来在剧团里面那是正旦主演，知道吗？还能怕你不成？把我扯出来干什么呀？你给芳姐，给他们亮一嗓子。我都20多年没有唱戏了，你别不说话。20多年没唱戏，那你也是专业的，肯定比他们强。呦，好了，别什么什么什么正旦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吹牛谁都会的。有本事上去唱几声来，你们说对吧？上就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吹牛啊。好，来，大家掌声。来吧，谢谢啊。
方姐，嗯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上楼做饭去了啊。啊，小陈这两天反应大吗？反应挺大的，尤其这两天都不怎么吃东西了。哦，会不会你做饭的口味他不合适啊？嗯，今天我做吧，你帮我备几个菜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您做。哎哎哎哎哎。这个酱油要放一点。啊，上色哈。对。哎，他们家这个漏勺在哪里？啊，那边，放姐，那边哪儿啊？那边那抽屉里。不是，就找不着。哎，妈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咱们今天做什么呀？炒几个小炒，卤个茶鸡蛋。妈，你今天亲自下厨啊？方姐，这不是看您孕吐的厉害，所以亲自下厨给您做点好吃的。程先生、程太太，你们可不知道，方姐今天在小区里那是出了大名了，一曲《皂罗袍》唱的那叫一个好听，哎呦，迷倒一大片呢。你们快去休息会儿吧，啊，累了累了。走。让他再煮一会儿啊！我这个行。嗯，哎，我来，方姐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，给我吧。哎，好。程太太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你看啊，这都是方姐亲手做的，她说这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。嗯。新卤的茶叶蛋。哟，妈，这番茄炒蛋淡了。我觉得刚好啊。我再去给你炒。嗯，不用，淡点好，淡点好，淡点对宝宝。晚点吃啊。哦。是我明天再给你做。嗯，我好久没吃你要做的饭。味道还好吗？嗯，特别好吃。丁姐，还有米饭吗？你再给我来一碗。啊，有，马上来了啊。嗯。多吃点儿，谢谢。你再来一个吧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明天可能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没时间陪你去产检了。妈，要不明天您陪小陈去一趟？我，方姐，明天戏曲队不用排练，咱不用去。我陪你去。嗯。哦，行，那我陪他去。好，这个。哎，你多吃点。这还有一碗呢啊！我妈炒的番茄炒鸡蛋可比别人炒的不一样。嗯，是吧，妈妈？陈总。北京的客户出点问题，可能要您亲自出马了。好。活该。哎，谢凤，身材不错呀。哎，你啥情况？他就是那个进广的谢凤，被人拍裸照发网上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自己去网上看。小赵。哎，你看，这个胖子就是他。没想到谢师哥是这样的，这就是谢师哥，这也太龌龊了。果然人不可貌相。希望以后不要遇到这样的人，太可怕了。这种话骗得那么嘲笑去，简直就是衣冠禽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你竟然把我的电话拉黑了，师哥，
你不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联系的比较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做什么呀？别给我在这装啊！那些照片都是你找人发在学校论坛上的吧？对啊，是我做的呀。但你要没有贼心，哪那么容易上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表面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心里面别替我抖龌龊。你用这种招数骗了不少师妹吧？衣冠禽兽！你这个大骗子，你还在这装？你给我玩套路是吧，铁峰？教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还有脸骚扰和纠缠小姑娘，不是伤风败俗？我接下来研究，你都不要参加了。教授，我不是，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教授，你听我说，他是装的，你知道吗？教授。这次预选赛竞争挺激烈的，看中哪个选手了？二。谁？嗯。谢谢。不是。这是羽学历史最好成绩，进预赛了啊！轻轻松松，哎，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一会儿可会特别快的，你别害怕。有多快开多快，你说的啊。你别吐，车里你上外面吐。我这太好玩了，我也想看。啊，你让我开会儿呗。你开。Ah!
了。大姐，您先去考个驾照行吗？我为什么没有驾照的？也对，这年头马路杀手都是有驾照的。五号柜你随便拿就好了。哦，干净吗？干净的，还有香味呢。你好了没有啊？啊？我穿热裤了。我今天很开心。这么巧，我也开心。如果我要是能早一点看见你开赛车的样子，那我可能就会早一点喜欢你。爸，还当我是你爸？现在就给我点火挂档，加油，给我滚回来！哎，进。哎呦，小沈总啊，还在忙工作啊？妈。童装荧光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只要德国的订单想到解决办法，咱们的股价就不会跌，所以市场对我们还是认可的。在家里别老拿我当董事长，我是你妈啊。你看看你已经加班一个多星期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要学会劳逸结合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。坐。妈，吃点水果。吃水果。我这次必须成功，我必须得让他们知道你儿子我是可以的。别想了，别说了。喂，德国工厂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小沈总不办公，劳逸结合。对，你妈妈说的没错，人又不是铁打的，总得需要放松休息吧。再说了，咱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起聚聚了，这样。咱们出去走走，溜达溜达。哎，我听他们讲啊，滨江公园刚刚修缮好，哎呀，老漂亮嘞！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好吧？好啊。哎，我们走累了以后呢，还可以找一家好一点的餐厅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。哎，好。儿子啊，铁公鸡请客啊。妈妈买单。爸爸，妈，我现在还没忙完，要不你们先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，走了，听妈妈的啊。水果还没有吃呢，来这个。妈，我来。你爸拿着。哎，我拿着，来，我拿着。怎么想着来这边转呀？这离家那么远。电视新闻里说这个地方刚建好，绿化也好，
就想带你出来溜溜弯儿，吸吸氧，多走走，对孩子不也挺好的吗？今天什么都挺好，就是天气有点热，这儿也没有卖水的，真是。妈，我就那儿有家，我去买。好的，别跑太远啊。嗯，慢点跑。哎，老沈，你看这儿美吧？美。姐妹没说错。没错。当年怀你的时候，你爸就总是带着我上河边小凉亭去散步。一转眼，你都当妈了，哎。哎，那个像是严小晨吗？旁边应该是他妈妈。咱们绕着走啊？干什么？你绕哪儿去啊？绕到水里去啊？早晚得见面，走。啊，哎呦，是严小晨吧？好久没见，你们过得好吗？这是你母亲吧？干什么呀？不没家教的样子，是，我是他妈妈，您二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沈侯的父母。沈侯的父母啊？啊，您家儿子到我们家小陈婚礼上去闹事，知道吗？啊？不知道。年轻人，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，可是到人家婚礼上去闹事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小陈的妈妈，我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肯定这之间他们有什么误会。我们做父母的不太参与孩子的事情啊。是啊，我们没有管教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沈侯这孩子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，看您二位也是体面人。但是他那个女朋友不行，太厉害了。哎呦妈，干什么呀你？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也不好多说。现在我家闺女已经结婚了，咱都各自安好吧。啊，小陈，对不起啊。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大度一些好不好？妈，妈。哎，喝水。那个，我们回去吧，这儿太近。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对不住小陈在先，我没跟你找麻烦就不错了。方姨，您说我对不起他，可是明明就……哎呀，您别说两句，让他说吧，当着大伙儿说清楚也好。小陈的妈妈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孩子之间的误会，我想只有他们自己能说清楚。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决，是吧？啊，是是。妈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走了，遛弯儿去。再见。哎哎哎，放轻松，遛弯儿去。走吧。我说沈侯啊，你不用垂头丧气的啊，人家已经成家了，这一篇该翻过去了。是啊，我们就让他翻篇吧。刚才我们都见了面啊，你看小陈结婚以后还胖了不少，我觉得。那哪里是胖啊，我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像是怀孕了。不过他才结婚一个月吧。对呀，就怀孕完了，未婚先孕子。哎呀，现在奉子成婚的年轻人太多。已经四个月。不可能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的孩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当初也狠不下心来跟他了断。你怎么晓得不是你的孩子？四个月以前，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呀？对呀，杨小晨亲口承认。总之，杨小晨不可能，明明是我的孩子，他非说是程志远的孩子，他图什么呢？
就算严小晨肯，那程志远也不会答应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。妈妈，你自己溜达回去吧，我去酒吧约了朋友。你不跟我们吃晚饭了？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许喝酒啊！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哎，这孩子真是……不对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四个月以前，严小晨跟沈侯在一起的。对呀、啊，严小晨那个女孩子，她不会乱来的。没错，对吧？还有，程志远找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，他提到说希望我祝福两个孩子啊，希望我同意严小晨和沈侯好。如果那时候他就跟严小晨有什么关系，他不可能讲这种话吧？是吧？哎呦，不行，这事儿得搞清楚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医院认识的人多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在哪里做检查啊。哎呀，搞搞清楚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。咱们不吃饭了啊！行。喂，是不是被动男朋友？你谁啊？我谢晓峰。你怎么有我电话的？这个你先别管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相信魏彤那个骗子。还有，上次酒店那个事情，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别看他表面纯洁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心机的很。不是，哎，我说行啊，你这人渣，之前勾引我媳妇，勾引不成，现在反过来说她坏话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逮着你，听见没有？看什么呀？啊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走，咱进去吧。